说书生百物一用，谈笑那风声只靠那三寸，无论莫笑文人迂腐横酸，大度能容偏有那一胆忠肝，一胆忠肝啊啊啊啊啊就说我不在啊！哎哎哎，老季啊，老季！哎哎，何大人，我们老爷不在。什么不在呀、啊？你准是在屋里抽闷烟的。没有，我们老爷真不在。你躲开！噗，瞧这一屋子烟。噗，怎么样？我没猜错吧？果然在这儿。来了，妈。想什么呢？是不是心里有点堵得慌？啊！哎，老季，要不要我把小月出嫁的场面跟你学学？你去了？我去了呀。听我跟你说呀，哎，那可真是啊，嫁衣裳做好了，他家。别是对窗口，两人跑跑。去去去去去去！来来，要不要听听？我给你学学啊！我给你学学啊！不听啊？真不听啊？嗯，不听不听。那好，不听我走了啊！我真走了啊！我走了啊！娘子，乖。行了，赶快扶我出去，咱听听他说什么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别呵呵了啊！哎呀，瞧你高兴的劲儿啊，何大人，就跟你结婚似的。我结什么婚呢？我就是高兴啊！老季呀、啊，小月姑娘虽说是第二次出阁吧，可是皇上哥哥亲自给主的婚呢、啊，风光热闹。那多少执事啊？两队，108对执事占了半条街。那吹打班子呢？6个班子，比着吹打呀，味儿了哇，味儿了哇，味儿了哇！哎呦，响啊，震耳朵啊！那个喜庆牌子都给吹倒了，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，全倒了。哎，那多少人抬轿啊？16根大杠啊，32台呀、啊。
老金想想，32胎呀、啊，你我都没这么风光过呀！啊，再瞧那新郎官，披红挂绿，跨马游街，那新娘子凤冠霞帔，扭扭捏捏。到了邢寨了，国舅爷开弓射得差，卖火盆的时候左右司仪，白酒往上这么一泼，哇！哎呀，我的妈，苗窜这么高，这么高，多高？这么高啊！烧人呢！他怎么也得有这么高吧？这么高，就是忘了，一个字儿忘。老姐，还有呢，南北班的名角，搭台唱戏，唱对台戏，那叫一个卖力气，听着过瘾。哎，反正这么说吧，今儿这日子你不去。小玉啊，小玉，星儿，来。先生，什么事儿？你小月姐姐走了有31天了吧？可不是嘛，31天，整一个月了。瞧瞧，整一个月，啊，连封信都不来。他一住在这儿就住了5年呢，你这。你就是不惦着我们，你给我们写封信报个平安就不行了？是没良心，真有点乐不思蜀了。小月姐啊，这是乐不思蓟。嘿，你先生抽口烟吧。先生啊，你这小月姐可真不经验的，白天咱们还说她啊不给来个信，你看晚上信就到了，这叫什么呀？这就叫心有灵犀。哎呀，先生您快给念念吧，也让先生听听。好，咱们读读信。哎，哎，谁呀、啊？这么晚了？嘿，这大晚上的，谁敲错门了吧？我瞧瞧去。哎，先生，我去吧。哎，我去吧，来了。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没了没了，谢皇上，把轿子抬进来。纪晓岚叩拜皇上。来，起来吧，起来吧。谢皇上。小纪啊，臣在。这么晚了，你还没睡啊？皇上，您不是也还没睡呢吗？万岁爷，您大晚上到臣这儿来，不是来跟臣抱委屈的吧？那轿子里到底什么人呢？老爷。轿子进城了，抬哪儿去了？抬进岳飞草堂了。他要进哪儿去了？知道朕今天晚上来找你什么事儿吗？啊，不知道。朕有事要求你了。哎，臣不敢。嗯，臣怎敢当得起万岁爷您一个求字？万岁有事，臣万死不辞。行，真的假的？哎呀，真有一个人儿想先存你这儿。什么？皇上您要存一个人在臣这儿？什么人呢？出来跟朕看看。可千万别是个女的呀！卢姑娘。睡了吗，陆姑娘？朕要压轿了啊！
刘姑娘，这要掀帘了啊！哎，来人，来压轿，压轿！哎，哎呀，掀帘喽！哎哎，这不是说话的地方，上房说话啊。这样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这不给我老记这儿点一个炮仗是不是？刘娟儿，这轿子里什么人呢？爷，听蚊子说是来找您的亲戚。亲戚？这大晚上都待在门口，算怎么回事啊？你这里亲似的。呀，大表哥，你可出来了。我是常四，快快拿灯笼过来照照我。回去。是我，你常一家的老四，你不记得我了？常四。对了，我就知道你们不能让我在这么冷的帐子里待一夜，我就知道你得出来迎我。我这身子真够沉的，来来，搭把手，搭把手。啊，是常家的人呐。刘全，你太不会办事了啊！大晚上让亲戚在门口等着，太不像话了啊！不知道的还以为本官无情无义呢啊！快点的，把箱子，把亲戚请进去。大表哥，让我进去。啊，进进去吧，进去。放手啊！放手啊！放开！放开！放开！就往奴他们身上撒吧，千万别作践您自己呀，娘娘。把皇上给我叫过来。你要是有个好歹的，我们可担待不起呀，娘娘。别过来。没有火，就往我们身上撒吧。啊，娘娘，哎，娘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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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掌柜，你啊，娘娘，不爱的，不爱的。请勿歇着，太后驾到。给皇太后请安，祝太后福寿安康。给太后请安。我没那个福气，从黑夜到白天，我哪有一份安分呢？你们让我享享太平行不行啊？长官，奴才在。把剪子拿出来。掌嘴，知道。太后这事儿不怨长贵，不怨他，怨谁呀？啊？怨谁？他是这儿的总管，我不罚他，我还能罚谁呀？掌嘴，知道。皇后拿，庆儿，你拿吧，不用钱，没人拦你，你拿吧，啊，拿稳了。太后，拿好了。你是要剪头发还是要剪喉咙啊？要剪哪儿？你跟我老太太说一声，要剪呐，咱娘俩一块儿剪了。母后，庆儿委屈。才知道委屈啊！我打进宫那天到现在啊，没有一天不委屈的。我跟谁说去？母后，他红利都把人接进城了。杏儿，哎，杏儿，别忘了给我带点烟丝，小兰花，烟丝给我多拿点啊。先生。哎呦，陆姑娘。你好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下城了。
啊，对，下朝了。先生，请上房说话吧。哎，爷，信找着了，给。请，陆姑娘请。叫我陆琳琅吧。陆琳琅，啊，好，陆，哎呦，琳琅，琳琅是哪两个字啊？就是天陆琳琅，琳琅满目了琳琅。哎呀，真是好学问，好学问，这两个字好。好啊，啊！您要出门呢？对呀，是，正好赶上有差事儿，要出门两天啊，不长就两天，不碍的啊。家里有人，杏儿在家陪你。该不是琳琅来了，害得先生要躲出去吧？啊，不是，不，绝不是。真要躲出去，也不该是先生躲出去，琳琅当之去，换个地方。否则不成了血战纠巢吗？哎，不，陆姑娘，琳琅姑娘，您哪儿也不能去，您哪儿也不能去，您就在这儿待着。那要不去，谁也别出去。先生如果没有什么不便，就不需要躲出去了。琳琅来了，还要跟你讨学问呢。就是啊，先生，您就别动地方了。为娘的今天找你啊，是想说，青儿在闹呢。非要剃发出家不可，这是从杭州闹到这儿了，孩儿让母后操心了。咱们祖宗的规矩啊，可不能破。这汉家的姑娘，咱们可不能带进后宫来。母后放心吧，孩儿没那么糊涂。姐。说好不让你们跟过来的，在家等消息多好。京城可乱了，你一个人出来，我们在家怎么能放心呢？好的呀，要活我们一起活，要死也一起死。娘，你千万别这么说。哎，姐姐，那你住哪儿啊？别忘了，姐现在挺好的。兄弟，照顾好娘，没事别到处乱跑。姐有空就会回来看你们。记得见到生人可别乱说话，知道吗？嗯。皇上，请皇上书房听话。好，还不赶紧着把陆姑娘叫来，这有话问她呢。那陆姑娘已经睡下了呀，那不方便叫起来。方便。我让杏儿去叫叫试试。赶紧着。接下来，咱们君臣之间还用说这么多话？还得签字画押？要，那是一定要要的。万岁爷，您要是记臣这儿一件东西的话，臣怎么天天看着他？就算是臣丢了，这东西他也能保得住。可您寄放在臣这儿的，他是一个人。停轿！谢谢，孩子继续往前走。是。人丢了不管，哎，朕把人都寄到你这儿。人丢了不管，你管什么呀？你这个不管那个不管，朕还把人寄到你这干什么？这条不签。哎，
啊，毕姓何，您是陆姑娘吧？何姑娘，你来的真是太巧了，你快进去看看吧，里边都快打起来了。他是。哎呀，琳琅啊，这还以为你跑了呢。天下是您的，我能跑到哪里去呢？哎呀，你看，哎呦，手怎么那么凉啊？扰了你的清梦吧？手举着书，所以凉。你看，哎，纪晓岚说你睡了。是睡了，没睡着啊？你看是吧？哎，杏儿，杏儿，快打酒，打。何大人。嗯，这下折子了。他们走得近了，把我撇一边了。哎，老爷，您出出门吧，啊，出出门，前院不方便了。你病了？啊？这是我自个儿的家，什么方便不方便的？什么毛病？哎，常死在中堂坐着，昨天。轰了他一晚上，他说不见您一面，他就是不走。您呀，还是先躲躲吧。啊，常四，啊，就那晚上那个，哎呀，不是让你轰走，到现在还没轰走啊，越来越不会办事了。老爷，奴才看他一个姑娘家家的，他一流泪，我就不忍心了。哦，不忍心了，我打你这颗花心，你还不忍心了。哎呀，这是怎么了？今儿这是怎么了？天底下的人都开始怜香惜玉了啊！哎呀，是不是看着桃杏花开了，闹春呐、啊？不忍心，我这不再抽你一个，你就忍心了啊？今早轰出去，轰走。这，回来。老爷，纪晓岚有一女子。我要留一个，是不是会有什么用处？表妹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姑娘，什么事啊？先生，这是您跟万岁爷订的合约吗？合约？什么合约？我瞧瞧。原以为寄于先生檐下，可以遮风挡雨，得以庇护。没想到你是这种人，真是浪得虚名。感谢姑娘对先生之信任。但有些话咱不说明白了还真不行，到时候别说我这风雨飘摇的屋檐挡不了什么，怕是连遮风挡雨的伞都撑不开喽。撑不开就不撑了，先生好自为之。琳琅告辞了。哎，琳琅姑娘，你哪儿去？你听我说啊，妓坊归妓坊，字句归字句，这是两回事儿。您现在哪儿也不能去了，再丢了那就真要了命了。先生怕是不给你惹事就是了。不是。琳琅姑娘，哎，你回来，告辞。你要走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要走了好。你要是出了这门，你就别回来。哎，你要是走了，我们倒省心了。你就是想死，我们也不管。你想办的事儿可就办不成了。你怎么知道我有事要办？哎，我怎么知道你有事要办？您瞧，您满脸都是委屈，谁都看得出来啊。您走了好，哎，您走了呀，我们过平安日子。哎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我可不想让您省心。哥，我跟你说，我五岁的时候，那时候我才五岁呢。啊，对，五岁的时候是五岁。我什么事儿都不懂呢。有一天，
我在院门口玩，有一个白胡子老道从门口路过，他远远的就看了我半天。我妈，哎，就你常姨啊，对，我知道啊，以为他是拐孩子的呢啊，结果不是，他跟我妈说，说我有后宫之福。嘿，后宫之福你懂不懂啊？我懂我懂，那个道士真的是这么说的？对呀，那个道士就是这么说来着，他说将来我可能会嫁给皇上。琳琅姑娘，茶已过三巡，你话没有五句，一定有什么心事吧？回万岁爷，没有。自打朕在江南，天禄秀媛和你见面，你说的第一句话就让朕吃惊啊。说什么？都忘了。朕在宫中哪见过敢这么跟朕说话的？冰冷、矜持，冰冷有时也是一番滋味啊。你说朕不同凡响，是吗？琳琅说的，大概是万岁爷花钱的样子吧。花钱也能花出风范来啊！你倒不妨直说，朕是俗的不同凡响。俗的不同凡响，也是不同凡响。你真有境界。说说上次没说完的话。有什么可说的？这样不是很好吗？一杯热茶在手，一炉青烟在侧，说什么话对得起这样的清幽呢？你好像还没有告诉朕你的身世，上次只说了一半，你像是心里有什么隐情，跟朕说说吧。没什么可说的。是不是知道朕是什么人以后就不想说了？既是隐情，何妨让他继续隐下去？实在没什么可说的。皇上，我去帮你热茶。岂止是冷的滋味，无事。对朕之无事，真是使朕欲罢不能啊！老纪的话，面对面坐着还想你。你说这事儿，要是文武百官知道了，顶多是指指点点；后宫要知道了，那我认倒霉了就。可是，史书传记上要给我记上这么一笔啊，说纪晓岚替皇上扬起暗门子来了，你这……先生一世的清白。山月弯弯，路非路，卷废半文入户来，断送春光是春雨，离妻别子远明楼。还有吗？就这样了。不单是隐情，还有悲苦啊，朕一定要把它猜出来。有意思，有意思。把万岁爷寄放在我府上的琳琅小姐送到你府上来。不行，不行。怎么不行了？这怎么不行了？你看这，我是为你好啊。你想啊，把琳琅小姐送你府上来，为万岁爷解忧，这是让你尽忠；把琳琅小姐送你府上来，为朋友我分忧，这是让你尽义；把琳琅小姐送你府上来，让琳琅小姐圆梦，这是让你尽情。何大人，三尽之壮举啊，多好的事儿！老纪，我有份了，我不能忘了你啊！就这么说好了，给你送府上来啊！站，我给你抬过来。不要。抬过来。不要。哥，哎，哥，什么东西不要啊？你们不要，我要成不成？哎呀，这有你什么事儿啊？你从哪儿冒出来的？
吵得这么厉害，我就过来看一看吧。哥，这位是……行了，既然见面了，我就给介绍介绍。这是当朝一品，纪晓岚纪大学士。啊，见过纪大人。我叫嫦娥。老爷，老爷，你看见了吧？这可不是我乱说的。上上什么？我眼瞎呀，我看不见。事儿就交给我办好了，等我哥回来我就告诉他啊。好，那就拜托四小姐了。别客气，下官告辞了。好，大人您坐好，送送你。上轿回府。四妹，哥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吓了我一跳。吓了你一跳是不是？这些日子你都吓了我好几跳了。你再这样下去的话，你不是吓我，你简直是在害我呀。哥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什么事儿那么大惊小怪的呀？还什么事儿？你是不是收了人家礼了？啊，这有什么呀？哎呀，我还以为你们京城的人都见过大世面呢。哎，就这么点礼，至于那么大惊小怪的吗？你知道不知道啊？你这叫行贿受贿，那不好是要吃罪的，是要掉脑袋的。你知道不知道，收人家东西是要给人家办事的，而很多事根本就办不成，就你刚才送走那刑部大人啊，我是最怕见着他了，所以他的东西就更不能收了。收了东西办不成事，真就可能掉脑袋地。哎呀，什么事啊，姐？娘白天好吗？哦，他就是心口疼。卢香，你长大了会办事吗？回头拿了这个钱，给娘找个大夫，好好看病抓药。解脱不开身，娘就交给你了。那你住哪儿啊？有什么事儿，我们好去找你。姐找你吧。姐的事儿，你别管。记得。白天少出门，有人问话什么也别说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赶快进去吧，我也该走了。离妻别子月明楼，是春雨，月明楼。现在早。琳琅姑娘，你早，你早。哎，你用这书桌呢？你先用，你先用，我一会儿再来。琳琅用过了，现在请。我去扫扫院子了。啊，也好，你请吧。事儿啊，吓了我一跳，要是这一松手啊，这玩意儿就碎了。你就这么着往外抬呀？哎呀，姐，这玩意儿放在您这儿也不是个宝贝，赏我得了。行了，你把那个梅瓶啊也拿走吧。哎，这回头人家查起来，姐姐我可怎么说呀？姐，这事儿我都给您想好了。您就说啊，您生气
把它打碎了，这破瓷片子谁认得出来呀？我说你弄这些破玩意儿，你是一出一出的，办正事儿怎么就什么也没了？几年前你办错的案子，还得要姐姐我来替你挡着。姐，兄弟我让您操心了，兄弟谢您了，兄弟我走吧。你回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纪晓岚给国舅爷请安，国舅爷，您吉祥。国舅爷您吉祥。国舅爷，您屋里坐吧。别动。纪大人，您先别动，先别动。有话说，有话说。哎，纪大人，市井盛传你是敏捷过人，本舅爷今天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什么事儿嘛也不想说。给你猜个谜，如果猜对了，你再起来也不迟啊。国舅爷，您真是好兴致，好兴致啊。得，您猜，请出吧。好，听好了，他也去，打一字啊。他也去。国舅爷，是他也去呀，还是他去也呀？他也去，他也去。他那是人字啊，他把也字去了，那不就是人字吗？国舅爷，纪晓岚猜的可对。好，好，果然敏捷。再听啊，一手一颗钉，还是猜字。一手一颗钉，一手一颗钉。国舅爷，那是打字。这下又让纪晓岚给蒙对了吧？哈，果然是纪晓岚。再听，西夏有一女。哎呦，国舅爷，这可太容易了一点儿，这是您白让给我的。西下边有一女字，这是药字，药。哈哈哈哈，好，好，连过三关了。还有一关，交字无头，扣字去考。是爷字，大爷的爷，国舅爷的爷。国舅爷，纪晓岚猜对了吧？个个都对，又快又准。谢国舅爷夸奖。纪大人，哎，爷让你猜了几个字啊？四个字。哪四个？人、打、药、爷。倒过来念念。爷、药、打、人。来人呐！给爷给我打！哎，慢着，慢着，慢！国舅爷，师出无名啊，师出无名，您凭什么打我呀？凭什么？纪大人，你是明事理的人，我又不是那不讲道理的人。我不问你大门大户大人家的理，我问你小门小户小老百姓的理。你说这姑娘出了嫁，受了气，最后是谁给出头啊？啊？哦，娘家人。好，回得好，敏捷，纪大人好，明白了吧？打！慢着，慢着。您退。国舅爷，我纪晓岚跟您论不上亲戚啊，啊，我高攀不上啊。你也配？你轮不上，你要轮上了能住这儿吗？你非得让爷把话说明白了是不是？我姐受的委屈都是你拉的皮条，你开的暗门子，你招的事儿。给我打，打！慢着，你退退，都退。打不着我啊，国舅爷，打不着我。
要打呀，您带着您这波人打你姐夫皇上万岁爷去。哎，说的有理，万岁爷我们敢打吗？我们就敢打你，打你给万岁爷看，不打你打谁呀？来，打打！对，真打呀！哎呦喂，万岁爷！哎呦，我冤枉啊！哎呦，哎呦喂！哎呦，杏儿，哎，拿把刀来！哎呦，哎呦喂，杏儿，拿把刀来，让他把我杀了得了！给我！哎，小姐，不能出去，出去就没命了。把菜刀给我！哎，哎，给我！先生，啊，疼不疼啊？哎呦，好疼！疼着呢。琳琅有罪，让先生吃苦吗？这叫什么话？这叫什么话？知者不信时而弃利，勇士不切死而灭名。应当的，应当的。季某虽一文士，但倘若那粗野之拳打在你的脸上，那不如打在我的脸上。这拳打在我脸上疼不疼？疼啊！可是倘若要打在琳琅姑娘的脸上，岂不更疼？先生，琳琅谢过先生大救之恩。不用谢啊，不用谢，不用谢。倒是季某有件事想求姑娘。什么事啊？琳琅怎么当得起先生一个求字呢？不是，这个事儿是一定要求姑娘，一定要求。那就请先生明示吧。姑娘，原本老季我说不出口，但是现在我实在撑不下去了，就请姑娘搬出季府。搬出季府？琳琅姑娘，季某这儿求您了。啊，您另寻个僻静之处，我求您了。不搬，我哪也不搬。再要打，让他们把我打死好了。哎，我问你，这刚才你想什么了？你脑子里想什么来着？啊？没，没有。没有。你别以为我这如花似玉的妹妹会投怀送抱。嗯，凤儿，柴小姐那边坐着去。哥，过去。老弟，嗯，你刚才看我妹妹的眼神可不对啊，不对。你想什么来着？你说你想什么来着？你是不是以为我这如花似玉的妹妹要投怀送抱啊？没门儿！嗯，按你那歪点子做下去，除非是水面上浮尘托。老季，其实何某是为你好啊。好在哪儿啊？你想想，皇上把陆姑娘托付给你了，是不是？你躲躲不开，甩甩不掉吧？哎，索性把我这妹妹也收进去。喂，一山藏不得二虎啊！就我这妹妹，那折腾劲儿，没准就能把陆姑娘给赶走了呀。她这一走，你就松心了啊！皇上就是怪罪下来，那是两个女人之间的事儿啊，皇上也说不出什么来呀。是不是？赫儿，你那意思是令表妹也到我那儿去？然也。你这不是变着法往我那儿送人吗？这不是你？哎，平白的我那儿又多一四姑娘，这人家看了会起疑心的。起什么疑心呢？一个也是干，俩也是放。那是牲口。一个也是收，俩也是容，对不对？瓜田李下，谁能起疑心呢？是不是？谁能起疑心呢？哎，
是这道理啊。说的是吗？真是为你好。哦，那你表妹她愿意吗？愿意，愿意，有我呢吗？后边的调好了，高抬脚，高抬脚，哎，上台阶了啊，慢着点，慢着点，再往前走，好嘞，落轿。先生，哎，这谁呀？你猜猜。小月姐回来了。哎呀，她那么老远怎么回得来呀？你就别想她了。那是谁呀？是一个女的。又一女的。这个，常四小姐。咱到地儿了，您呐，出轿吧。哎，老爷，老爷啊，你怎么还留下他呀？留下好啊，一个也是留，两个也是留啊，留下个伴儿，省得万岁爷多心呢。买扇子。孩子，跑什么呀？别怕啊，这京城可没人敢轻易惹你。看，把药都摔散了吧。啊，别怕，赶紧起来啊，起来。何大人，您听得见吗？听见了。不是咱不遮拦，前两天纪晓岚就写单子来问来了，这七年之中上吊、跳楼、自杀的官员名单，您说他这不明摆着要查陆玉泰的事儿吗？哎呀，不告诉不就结了吗？不告诉他可以，万一万岁问起来，那哪有个遮拦呢？哎，何大人，说，那后宫皇后又天天有事下。下官想了了陆姑娘一死，不是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吗？哎呀，你说的容易，她可是皇上带来的啊！万一她要是没了，那皇上能答应吗？那后宫那儿这关可也不好过呀。行了行了，我知道了啊，看着办吧，到时候。哎，刘全，把轿子住会儿，让刑部大人先走。什么事都找我呀，坐在轿子也不清清。嗯，跑得真快呀。干嘛跟着我？谁跟着你了？哎，这大路朝天各走一边，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。哦，你上街就不让我上街啊？我走得好好的，怎么叫跟着你呢？最多算是碰上了。好，没跟着我最好，要真跟着我可没你什么好。哎，哎，不是说好不跟的吗？怎么又跟了？我什么我？我找不到回家的路了。什么人啊，跟人家有本事，回家没本事。跟上吧，离我远点。哦，怎么了，香儿？娘，这几天我买药，总有人跟着我。什么人啊？不清楚，说话尖里尖气的男人。是吗？你是不是太多心了？没有，他们刚才还在楼底下呢。
娘，咱们搬家吧。那哪行啊？你姐姐找不着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先搬了再说。我看看，还是等等再说吧。啊。喵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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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慢走。好的。哎，小二，快给姐配把钥匙机等着用，快点啊！好嘞，十大枚。铁齿铜牙两片嘴，百姓心。